再来呢，我要介绍呢 ，iCam 2300呢，会调整它荧幕的颜色。首先 ，SET 按一下进入选单，那再按，然后调整它的选单，啊，再按压，调整到 DIM， 好，就是它的亮度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荧幕亮度，它可以选一二三四四个选项。我看到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有四个亮度可以调整。那依照你的环境呢，可以去调整你要的灯光。如果说我们都比较暗，然后我们可以调暗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刺眼，或者是我们调亮一点，然后大太阳底下比较看得清楚。那再搭配我们之前介绍的如何调整它的颜色，那就很可以满足各个环境使用。假设我调2好了，那空白键按一下推出来，可以看到荧幕的亮度就比较暗了。那我们再按一下 SET 的进入选单，那我们把它调成4，我再推出选单，好，荧幕就调回来。那依照你的需求去调整你的荧幕亮度，介绍给大家，谢谢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。